继续来看到经济方面的消息。台湾愈来愈艰苦，连庆功拢会当马上变成冤故情。中部分局侦查队日前接获检举，指出台湾陈姓甲黄姓男子拥有枪支，警方进行逮捕因甲八名药卡，想袂到因其属趁机偷换庆功，只用五秒时间就甲九控手枪变成一支冤故情。不过依然被警方查获到七粒，这是枪支。侦讯了后，先将因依照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法办，再扩大侦办。中部警方指出，因三个月前接获线报，发现陈姓贩毒首脑，甲黄姓毒贩，平常时拢选伫个军营边啊交易。警方申请搜索票了后，当场查获主嫌陈姓男子，同时还佫查获八名药卡，甚至有一对吐着拐仔的红仔某，拢前来买毒。现场查扣二级品安徽他兵0.61公克，以及吸食器等证物。警方到达主嫌租屋处时发现主嫌和药脚正在进行毒品的交易。那看到警方出现时他们四处的逃窜拒捕最后还是一一被我们警方来逮捕到案。现场有取获安徽他命，还有吸食工具，另外还有自制90子弹7颗。那嫌犯主嫌供称，这个毒品是向上游一个绰号阿义之男子所购买。警方正在进行查证阿义的真实姓名、年纪资料，在追查当中。另外一路人马在嘉义市玉山路甲大通路路口附近，趁着主嫌黄姓男子落车的时阵，当场在伊的背包查获藏有这是九控枪支七发，车内还佫查获一支参像真的弯骨枪。不过警方发现这支弯骨枪带有痕迹，伊的枪管竟然会当随时跳换，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伊的枪管只要五秒内就会跳下警换。现场一名警察讲，其实这支枪只要再装上另外一支已经拍通的枪管，这支弯骨枪随时会当变成杀人的武器。最新新闻，钟乃新，嘉义县采访报道。